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珊珊，来自珊珊。现在呢，我在飞机场。为什么会在飞机场呢？就是我要去找 Andrew，去找我的男朋友。今天呢，其实他不知道我去找他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想给他一个 surprise，看一下他看到我会怎样呢。Let's go，我们就去吧。I hope you don't mind if I say that I love you. Cause there's so. 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哦，每一次都觉得很神奇。现在我要去坐 Grab， 然后去他的 office。他的 office 离机场很近罢了。我自己也是有一点点小紧张，不知道他看到我会是怎样呢？Like、a bet in Greek fountains, they... 然后现在呢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因为我昨天有告诉他今天会有人寄东西来，所以 OK， 我们就看，比较紧张，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东西。那笨蛋去了另外一边找快递小哥哥，这个时候我是应该要躲起来吧？我就这样走来走去了5分钟。我还是干脆出现在他面前吧。You always find me here when the world thinks that I've disappeared.You know just where to look. Surprise 了，你看到我？啊？走。